说到华运嘛，我在行。你叫陆江来，他懂个屁呀、啊！应该是陆江吧？如果是苏志成抽到怎么办 ？Too bad 啦，我们死了。不敢吃。我就是要煮给你吃。哇，你看看你朋友这个蓝莓汁哈、哦，你都开始吞口水了哦。你这三个真的是恰恰好了，我觉得陆江太有才华了。星期三晚上八点，八点档啊，是你到我家。